就说你如果手机要充电要干嘛的话啦。有点 fucking understand。好，那我在看他了。有没有吃到？9:29吗 ？Yes。哎，小三来，小三来。哇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所以到涨会知道。压线9:30，对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我就不可能的事情啊！结果大金哥说他这个价最快来要10:30，干我们都错了。今天的他怪怪的，会怕，双脚他变了。谢谢哦，我从来不觉得他变，应该是昨天失眠。这不是我认识的老板，他是失眠，没睡，他没睡，突然了解了什么？他没睡，我觉得你猜了。不然不会这么准时啊！这是庄小蛋的工头哦，是是知道吗？后面有个字叫乖，不要整天讲你老板的坏话。嗯，问你怎么笑那么大声？庄小蛋不可思议耶！我今天预估你大概10:00才会来。然后大金哥说：“怎么可能10:00？最快也要10:30。”结果9:30出现，怎么了？你被外星人附身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今天迟到会出大事，还是哎呦，内行的。今天本来预计迟到就要加重处罚。那你那个手指头什么？被那个车把砸到了。不是吧？你是挖鼻孔，然后我有用被割到了你的鼻孔里。你是去那个什么国外玩那个什么奇怪甩尾摔的？我没有奇怪摔，我们那是很正式的滑胎入弯加磨手肘。那你今年要在赛场表演的事情吗？他会，加重处罚。我也这样的作业贡献是可以的哈，是超重。好，我们都一定要两个。不是车嘛？那个纸类今天都要回收哈。那个铁桶是不是在里头？好，我们去找。顺便一起来看一看。我刚刚看到两个鞋，我但我觉得它大小到底。老子君有没有看到我的 Lexus 啊？啊，有啊！哇操，肯定要 Lexus 的、啊，终于有三台 Lexus 的男人，好坏啊！连执行长都是 Lexus， 执行长啊！哎靠，我们这铁桶还真大哎、欸，真的是今年在旗红白变的，应该把它塞进去。我靠，我怎么知道去买一个这么大的铁桶？执行长，啊，他是各放在吸烟区各放一个，不是？其实我的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？是，我打算叫大家到时候把纸类全部丢进去，然后晚上剩下四下五等的时候，烤地瓜，烤地瓜，哎，聪明。好，不管它，来来，抬出来。这从印尼。哎，你怎么会从这边抬？你抬这里吗？刚滚的。啊，你刚滚的。这个那么轻的东西，不要吃饭了你。哇，轻还是重？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好像不大对吧？它蛮重的。啊、其实它也不能滚，它下面有人撑着。对。那我们应该要点想法吧？你如果每次为了那边搬去搬顺过去，对呀、不大会。好菜啊！现在我只要放，我大概有上次有，有啦。先生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工作怎么分配的吗？这个来的时候就注定好了。为什么国军在这边用为什么国军在这边用水泥用这些呢？因为它是 rock man。他就他有关系的东西都是 rock man。那、啊、我们很明显是空气人，专门在搞这个 X4。我觉得这会爆炸。One eternity later.
对啊，水超多的。它怎么可以松动啊？还是底下其实持续在漏水？不可能啊，异次元。有水吗？有啊，有感觉到有水。就像学妹进厕所之后就变异次元黑洞分子，是这样吗？三年之后才会去，就跟学妹说要去洗澡一样。她就是在厕所被困住吧？哦，所以她真的不回，是因为她被困住。那你要去解救她吗？好、啊。太奇怪了吧？这个装太久了。不可能啊，这装太久了。可是下面也没漏啊。干超多水。没喷嘛？可以给我喷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内。鼻子 no for you。那重点是这样有变很满。你还在看啊？惹你！看我就说先把伞给拆了。我觉得一定有哪个地方没装好。我也觉得。但算了，何必呢？何必？处处那么严，这也没有什么装不装好问题，这个就是它的卡就卡在这里，对吧？哎，它是不是像我家一样？哎，它靠腰这边还有一个墩啊，没有，这就是卡住的点啊。奇葩，挖砖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它其实是锁紧的意思。哦，真的哦。嗯，但也就这样。可它上面写 up and down 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刚有一种在钓鱼的感觉。好吧，这个就这样了。看它晃了，我觉得是超不妙的。看起来很高级呢，再放个那个桌椅就可以在那边卖咖啡了，不错吧？哎、欸，我们卖头油鸡，卖头油鸡。没有，喝咖啡好不好？舒服了。这里你不觉得这个铁桶跟这个伞？再加杯咖啡，有那种啊香榭大道的感觉。我这可以直接挂那个烤鸭，这边是本来那么久不会来，那挂烤鸭就挂在这里，那底下生火。然后就超会搭，旁边洗干净还可以贴那个胡椒饼，嗯，赞。比如说，把盖子放上去，再用个天线宝宝的夹子放这里。纸类回收请丢这。你觉得大家会把盖子打开把它丢进去？绝对不会啊，对，所以呢。要去想一个合理的人性，好，如何把纸类回收做好？好，没问题，这交给我们。好，我们可以自由发挥创意。这个是平常纸类回收，到时候可以烤地瓜、烤红油鸡、烤不是红油鸡啦，烤鸭。好，没问题。烤什么？好，请安定赛上就靠这两桶，没错，填补快。那如果呢，这整个计划失败的话呢，高志军你会在这个桶子，那中桥再会在下一个桶子。那你那边有个神叫孙国军，他现在搅水泥搅得很厉害。是是是，你们他的水泥的配方呢，那你们下去也绝对扶不起来。东京湾，东京湾，咚咚咚咚，都不知道。好，把事情做好。按时不要走，不要走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个剧情是这样哈、哦。那个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老吴之前就一直在想说，有一些简单的纸类没有油污影响的，用回收要放很久，对，烧掉很简单，对，可是必须烧的。干净嘛，没错，所以他那时候就去买那个烧金炉的小桶，小小的，哎呀，一个1200，然后他发现这一个，来，多少？750块，秀了，超大，而且里面他都已经做好，刚刚看过，他底这是他们弄好再过来的，哎，不对，所以里面你可以塞，底下可以烧，上面你要烧什么都可以，怎么有那个塑袋？没有，那是他。他现在已经下面已经打那个进去了、啊，他肯定说要有、哦、那个烧掉，到时候就没有，多环保啊！没错。那、啊、你知道怎么告诉大家这是纸类而不会被那个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你有想法？嗯，我想好了。怎样？因为老吴已经刚刚有讲啊，随便，就是、我们随便弄嘛。嗯，喷漆，我们俩用写的，不是喷漆。喷漆，我们你没有那个，你要怎么喷？我们先把它给喷，就是我们就用写在这里啊，用油漆写啊，写、啊、我们还可以签名啊。好啊，好，哎。地球超人，倒回，倒回啊！好，上班。好，你以前做过那个？这个一定不行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提字纸类回收。来哦，第一笔哦，纸类回收，金笔点龙。能跟我想的这么不一样。I am Captain Planet, Captain Planet, He's our hero, gonna take pollution down.
不错吧？整个那种法国香榭大道的感觉，突然变美国曼哈顿黑人区的取暖的街头。万赞 bro， 至少都是异国风情嘛。对啊，都是异国风情。对啊。The power is yours. 啊！丢也没东西可以拿的，对，刷牌。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对。我们来测试我们的那个垃圾焚化炉。等等，好，好，往下丢，往下丢，小心手。马上把它烧起来。像你，像你，但其实好像真的是要往。有啊，这样下去。水箱顶哦，嗯，他来不及。这是什么？除了博人传以外，都可以拿来烧。笑死，是不是在臭？哎呀，他没有火了。哎，远方都说他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不了，没有火了。消防员来了，我等一下再命令一次吗？十分钟前的消防员。纸类回收，我看你们可以撑多久。我现在很怕他那会不会受不了高温爆掉。爆掉？你有没有科学概念？这怎么会爆？他颜色都去，你看他那个。他去跟你讲道理了。怎么可能会爆？我看你的大脑会先爆。来，所有的纸类、垃圾，赶快先全部赶快丢丢了。这里，那边，那边，什么纸箱？什么猫？升高机。他在那边。遥远的那一边。为什么知道他在做事？你们在玩火？你叫我们放火的，放火不要这么多。你要加干嘛？用喷枪。回来喽！庄小三，你不会动，你在枪口。什么？我擅长比赛。不是你叫我点火，我刚我负责点火的。好啊，好啊。第一站是开不动火。是这个。啊，对。哎，是这样吗？还是没有锁，怎么会这么蠢？哦，对，就是吃饭时间，我们要。武汉骑兵下班啦！下班了，那个终于了。今天就是完完全全来当奴工，孙国军非常辛苦，从头到尾没有停过，手起刀落。你真的很棒哎，你真的很棒。安定赛车场有你的贡献，毕竟安定赛车场成就了你，是你回馈于他，对不对？我看你刚刚在补那个德明湾的时候，补的是用心，补的是用心，认真。然后我今天最开心的时候，就是我得到这个，你好容易满足，这很棒哎。干，超爽的，你知道够大声的。
以前左云军港是不是？哦哦哦！农历年十二点一过，他会说抿那个船底。那时候还很多船。对，很多，然后他会一起抿，然后抿的越久越好，因为他们是说，如果你抿的越久，就表示你来年越顺利。他那个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是整个船体的共鸣产生，所以你越久，表示你的船体越健康。嗯，还有他道理在的。是是是，又学到有点道理。那个，反正今天都来，今天真的这支影片很无聊，就是讲干话。但是我决定要宣布一件重要，宣布两件。重要的事情，两件重要的事情，肯定有件，这是平安喜乐的意思。那个先看第一件事，好，那个老派转场方式就是，各位好消息，由 K1 赛车场准备，然后在安定赛车场从今天开始正式服役新款的营业卡丁车，是 GX270的引擎。那个多说无益，因为它马力其实跟之前一样，但是就是全新的，真的很新，今天才调教好了，你直接试乘。你直接看一下，让大家感觉一下。那个张慧君，这个你动手，工作人员来吧，系安全带。你先上车，先上车。你是 F1 等级？哎哎，太胖了，壮太胖了。没有，可以。真正的卡丁车是。按你手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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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踩一下油门，踩到底。他不想给你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市场会到此结束，谢谢郭军。来来来，拉Q6就可以了。然后一个急速甩尾回来。啊？我不会啊。啊，学了就会了。甩尾。他差点压不，他压到我们刚刚补了红白边呢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、欸，他、上车不受控、欸。那个车，他现在压的是。他压到了。他压到了啦，高飞啊！哦。那边有水泥哦，还有老哥。他没有起来，叫他不要开整场啊！他哦，好像有点东西。哎、欸，中速出去那一下力道蛮足的，难怪撞我 BK 卡丁。还有没有？我在看他们压到德明湾，德明湾，在下方 ，I just been in space before。为什么这样因为越卡丁车其实车架什么通通都是消耗品，嗯，那长期营业下来，因为它经济实惠，十分钟350块，其实很便宜的。对，是。那现在全新车来涨100块而已，划算，便宜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会想玩，下次我们来卡丁车大乱斗，让你新车马上变旧车，嗯，是不是？有太旧换新装啊，感觉蛮好的，感觉蛮好的。那个要玩卡丁，而且马上要过年了嘛，对，过年大家可以来这边。哎、欸，过年要营业吗？会好，那个自己上安定赛车场来查。对，回国我蛮想玩这个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消息就是，我们那个明年度的一些计划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。我们除了 Team Challenger 的体系会继续延续之外，会有两个海外组，一个就 Kimi 嘛。是。那孙国军，我们公司决定就是为了我们成就 Kimi， 公司我们工作也不要做了，因为天才杯会有一个助手的要求嘛，就是全年度这个人。选手比赛他都要跟着他，会做一些简单的换胎啦、加油啦、打屁板啦、然后这些简单的协助的工作、助手的工作是。但是这个人全年都不能换人，所以能轮流。所以你要会修车，要能讲英文，要能沟通，还要能够带选手辅导他心理。但是你又要有整，因为你一次比赛等于是一个礼拜，你今年有6个礼拜都要跟着他跑。对，七个礼拜就交给你了，就是你了。那个负重前行。对，没关系，公司没有出片就算了，我们就是支持到底。不行，我这边有，我们现在应该在最后阶段，就是确定我这边明年的比赛重心也不会放在台湾，台湾我可能会就是以练车为主啊。我海外比赛目前基本上七七八八了啊，等到完全确定再
跟大家讲，再跟大家讲，消音，这个真的很赞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奴工就这样了。嗯，好，下班。其实我们今天做的都是一些跟以前都一样的事情，反正就是三场能弄好就尽量弄好了。对对，是这样。维护啊，失去指甲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体验一下。小心啊！你不要车子开好好，然后现在把它踩断，很尴尬。停车马上变旧车。今天是用 GoPro 拍嘛？嗯。那就下次见了。不要，哎。